这是棵树吗？这是我一个人。这是冬天的树吗？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子。叶子呢？叶子在视线以外。为什么桦树喜欢它站立的姿势？在这样的酒后夜晚，我爱雷蒙德·卡佛。两个酒鬼面对面写那没用的诗，没有羞愧和尴尬。我会一直一直提醒自己，喝醉之前拔掉电话。我觉得我像。